知不知道我写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哇，不知道。多少？一。二啦。偷梗，偷梗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人鱼休闲教室快馆。因为呢，叮当是单身，所以呢，我有三个很帅的儿子要来跟你联谊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想到好年轻。首先欢迎我的大儿子出场。哈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大儿子大美人鱼，看到我的长相就知道我遗传自他，他就是我的亲生爸爸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像哦。接下来欢迎我的二儿子出场。哈哈。哇哦。看到我就知道，完全是我儿子，身材、身高、长相一模一样。没错，我儿子去旁边，欢迎我的小儿子出场。大家好，这是大美人，我就是小儿子，小美人鱼。我们的长相，我们的身材，就知道我老爸是隔壁老王。就是隔壁老王，他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叮当联谊，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首先第一关，我们要看你们有没有缘分。我都快一点啊！你连那个脚本都不用想了。看条件，有缘分 ，OK。过关。喂，接下来要看扣钱的。他还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介绍选一首代表自己的歌曲，好吗？好，你们要知道，刚才上一组他们选了一个什么奇怪的歌就被淘汰了。我要看节目，所以知道选，我知道，很厉害了，好啊。叮当，这边有一个任务给你，如果不喜欢可以打下。大儿子，请说你选的歌曲是什么？代表自己的，我选长长久久。Good。儿子选什么？我选《神雕侠侣》。Good。小儿子呢？我选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非常好。叮当数到三，请打枪。一、二、三。哦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我们这一关比的是诚实。说什么？我选的歌是《长长久久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脸那么长，都已经长了30年了，这还不久吗？够久。诚实，诚实，诚实。你刚刚选什么？我是一只小小鸟。为什么？了解，了解。你刚刚说什么？神雕侠侣。说谎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这样，没有。你不要解释了。你为什么说谎？没有。是。非常好。打枪，打枪。接下来就剩这两位。哎，怎么剩这两位？机会，因为这都是他们自己选的嘛，我完全没有作弊，打枪也是他打的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赢了，接下来这一关厉害了，我们要心电感应。都不想交本了，你会不会心虚啊？我跟你们讲，刚才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，他们那一组有两个帅哥，我们只有一个哦。不一样，我不要吵。这一关刚刚是他们猜你，对不对？这一关我们反过来，让你来猜他们。啊，难了吧？不一样了吧？这关要猜的是数字，看看叮当你猜的数字能不能跟大儿子写的一样，好吗？嗯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大儿子请出题。我写一个数字，你要猜到哦。几到几啊？一到十，零到九。好，想到九。好，预备开始。数字多少？哇！一。猜对了。答对了。好有默契哦。接下来小儿子换你了，加油。好，我写个数字你猜，一样零到九哦，来猜哦。多少？一。二啦。默契耶，这么明显你猜不到。哎，算了，白痴。1-0，大儿子领先1分。第二关我们不要写数字，我们写中文字，好不好？好，中文字。来，你出题，大儿子。 OK。 好，我写中文字哦。哦，这比较难，这个就比较难写了，这比较难猜了。哇，这怎么猜啊？好，不好。好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写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哇，不知道。也太有默契了吧！
是云梦琪。这样，这不在一起太可惜了。再来看中文字哦。哦，这笔画也很多，来了。林丹，你知道我写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就二嘛。不要生气，这一关小儿子被淘汰了。不是，他为什么没猜到？生气，对不对？不要，你被淘汰，不要生他，走开，你被淘汰。先回学员，两队淘汰，站好。我真是的，这是你自己选下来的哦。真的，剩下这个是你自己选的，要加油。好，加，你要生气。苏打蓝椒，苏打蓝椒，我是很爽，想玩一下。好，重点来了。好无聊。没办法那么快跟你互动，他先通过一个冲击考验。冲击考验是什么？我不要测你的，你知道了。我准备好了，我都有在看节目。要测定力，要测定力。好，要测定力。准备好没有？测定力哦。跳起来啊！我准备好了。再跳啊！定力哦。一二三跳。再跳啊！一二三跳。一二三跳。好，重点来了。我过关了。我们这一关测的是智商，可以进入到我们跟叮当的互动。哎，我怎么样？我有看到互动，该不会又是刮胡子吧？没有，刮胡子被他们抽走，我们互动是别的。哦，这直接刮胡泡。为什么猜不到二？为什么？你戏份少，干我什么事啊？我定找叮当嘛。哦哟，怎么了？老师音乐。